星刘楚恬五岁时在《芈月传》中饰演小芈月，因长相甜美受到众人关注，而她即将满14岁。近日微博突然疯传她的成绩单，只见成绩单上每一科几乎都将近满分，且在全年级排名第11名，全州市排名第47名。由于成绩引来许多网友大赞她是学霸，不过刘楚恬之后就出面澄清那是假的，初三才有化学课，表示是乌龙一场。而这次成绩单事件再次让许多人关注起刘楚恬近况，许多网友看到刘楚恬更新的近况照，纷纷惊讶直呼完全没变，真的是从小美到大，再次掀起热议。